车位倒了两个人。哎呦，打了枪爆点的头，但是鸡哥双杀，鸡哥三杀 ，Fallen 也打掉了 Simple， 只剩下电子哥了。A 大车位也没见啊，想去堵截这边双包点，以为只有一个包点，甚至两个包点。战术成功啊，赢得很轻松。NAVI 干脆选择裸翼了，只有 Simple 的杀音。井家这个口子太难过了。赢了。一个闪光弹过来，潇潇三杀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是 A 大这么远的距离对枪无甲手枪太难了。这个回防阵型谁来回呢 ？Grim 回了个包，直接打拉。哎呦！不交烟雾。交道具枪还失误了，一个没换啊，换掉了 Green。这时候 A 大方向被他枪法失误，被思维反秒，两个都在斜坡被堵住了。鸡哥先被拉掉，双拉一左右再拉。最后是咖喱头皮位互相补枪掩护嘛。这把是叫上了这个 Boomage 一块 Double Repeat， 你看看过不来啊。虽然都是咖喱，但是这个交叉火力。NAVI 正好反清到了 Liquid 这一波一层的潜艇过来，被发现吹风机直接抽掉啊！发现好像是把 USP 啊，懂了，裸翼啊，他们并不是要上去 B， 你要是安全的上 A 小，啊，两个压枪交三个，没问题，罗甲依旧很轻松，最后是中路鸟居。帅哥五五三对点，哎，封了是大狙，近大远小，哎，直接收了心口，让你双加加工，让你五五三。在烟雾里面，鸡哥没找到，毒烟被发现，但是 NAVI 在外面加。娇娇这边呢，一个没打掉，但 NAVI 过来补枪很快，又是打掉了 Perfecto， 只有电子哥了，没办法。大坑里面好像是，他没有漏哦，加了第二枪位。这时候 Fallen 选择来帮队友掰一下 ，Simple 解决了 Three， 只剩 Fallen 了。哦，这是被鸡哥当地的运飞过点大狙空空枪，鸡哥完成了一波双杀，只剩下 Simple 的大狙，十一秒钟的时间，他要找鸡哥，找到了，还有十二滴血，跟 NAVI 一打一单挑，他应该是要换狙了吧？这个血量，他狙捡不到啊，狙丢了。等一下，他看到 NAVI 来了，哇，好快的，哎。放球实在是太白了，马上放弃 A 大，人贼多，再转 B 去 NAVI 来，冲得进去啊，冲不动呀，鸡哥在 A 大方向架着呢。NAVI 来被补掉 ，NAVI 在窗户被 Perfecto 带走，但是这时候警戒是混烟混死了一个，闪光的给的不错，娇娇可以低头躲，没子弹了，躲吧。Perfecto 封了狙，哦，进来狙掉了胖球，还在一层游走。还想偷 ，Perfecto， 就算是封了空枪，小到鸡哥也可以架，而且封了没空枪 ，B 栋都推了，要把 B 栋吃掉。哎 ，B 栋来了，但是 Perfecto 直接还可以，第一个是基本白打，包匪选择下 A 小包，有狙枪掩护吗？没有掩护，这么放心电子哥？电子哥头上挨了枪打掉，但 Simple 空了枪，后面一路追，哎呀，跳井家，去拐角狙。空枪了，完了！电子哥，电子哥解决了 NAVI 了，只剩下鸡哥了。Simple 不能再空了。嗯。都是头皮位啊。电子哥 ，A 门 NAVI 来干拉了。啊，还拖了把 AK 走，一枪没开。是的。三小到前顶。哦，他回避一层，发现了。不没发现人非常多，直接打 B， 必须是苏一个人在守。娇娇的杀音，先秒一个，两个。点着来切刀，这么自信。他因为第一时间没有推 A 门进去了，然后第二时间进去的时候呢 ，NAVI 正好在压 A 门，正好抓了个台，看到了，秒掉了，看到了，嗯，这位打大坑有一定的天然优势啊。是的，而且确定 A 大过点是一把狙击枪，小刀正好遇到 Fallen 的狙，有火 ，Fallen 在等 timing， Fallen 没人帮，拿柴火拿大狙硬顶，大 B 哥这枪居然没有死，是什么情况？小道来了，思维这边绕后非常的快，但是对面有在反架的，直接架掉一个伊利这混混的 Perfecto， 确定了鸡哥的位置，直接跳井家大狙。你包点斜坡抢下来，有大狙可以架小道的吗？是的。哦，一发，是两发子弹解决了两个人。知道了啊。哇、哦，娇娇一颗把 Simple 秒了。哇、哦，厉害。头上谁呀、啊？这突破位。
我开始单点了，前面是电子哥又一发带着波美局三杀了，现在还有机会，电子哥是已经过来了的，有点拦不住，确定 ID 小岛也解决，只剩 Ada Grim 了。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好像这前面就是电子哥，闪光砸在他脑门。这个就有点，他已经疯了，都已经疯了。这个就有点上头了。对，李翔居然打中了，又丢炸雷。大 B 哥能哦，精准，而且壁洞前顶封了是大狙，这把要硬推小道，包也没捡，拿出来大狙又收割了，波米给 A 门的 Grim 又带了电子哥，电子哥倒了，撸了，直接被秒。嗯哼，新坡要过来提前枪了，果然盲狙狙掉了鸡哥。是的，那壁洞是封了，他要往景家走，顶级走位哦，这个走位可。就各种被对面大狙偷，第一层炸炸一个，嗯，小道狙一个 ，A 大点一个，哦，步枪他也架不过 A， 果然、啊、刚说完，刚说完，下次换车风铃已经架好了，是的，跳井加了，被接住，几个还在接人，哦，狐狸们 A 大闪给的非常的漂亮，风铃大狙狙掉了 Simple， 只剩下 Perfetto， 他打不过来了，在这儿。20秒钟摧毁了 NAVI 这波进攻，哦呦，走爆，全是爆，修脚位，这位置除非一个大拉，刚不是飞，可能后面队友飞不出来。哇，哦呦，他们这个最后一舞确实舞的有点厉害，好吧，属于武林盟主了。你但是近点有人，先搂枪管，放了拉枪线。哦，硬拉硬帮佛拿出来了，这是我们想到的、嗯、鸡哥的狙，哎呀，哇、哦、旁边还有 MCA 可以换，先清一层，我这个一直在绕，杀了一个正面苏野，但是包底还有背的没子弹，北家还有 NAVI 在绕后，这个背身差一点没打掉、哦、只剩下 Simple 一打四，这最后一舞舞出东西了，舞出灵魂了，这是。哦，星波中路强行找 Fallen， 你不跟我对枪，我硬要跟你对。哎呀，匪家还是逃不过这一劫啊。嗯。但是中路掉了 Stewie。等等，这人是不是要开？爆掉中路，他打那个捡包的。哦，这人卡一枪秒的 Grim， 只剩下 Nafly， 这个包还掉出去了 ，Nafly 没法。鸡哥就知道对面在加后，所以拉了个大身位，但还是被穿死了。挨了一枪沙鹰，直接掰。Simple 接两个，接三个，还要压枪接第四个。电子哥说：“我来吧，你歇歇吧。”杀！哦，这居然打中了，牛啊！蹦起来，狗洞这边有兄弟在架，电子哥也打掉了一个，逛了一圈再回 A 小，电子哥听到了，信婆过来接，连胖球都来了，好，哎呦，这硬接 Fallen 啊！中路还是丢了火，丢了炸雷的啊！闪光可以，还有闪光，还有闪光，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，来了！这怎么白自己人啊？来了，狗洞拉两个小屁股，正好打了一个串烧，一直线，舒服。OK， 这一局防守。好了，来了。哎，正好走了。想抓 Simple 的 timing， 但今天有电子哥的掩护啊，而且看到了左边怪过来的 Stewie， 你出坑了是吧？嗯。抛沙鹰，对，沙鹰给我对，来对。哎呀，哎呦，三个人在勾，这 Fallen 开了呀，反应好快。是的 ，Simple 这架住了 Stewie， 现在中路已经是 NAVI 的了。哎，小胖球怎么也在往前推啊？哎，拽到狙，哇、哎，倒霉的是鸡哥，闪光的还能跑啊，疯、哦、了的，约等于三个 B 防守。
我没爆开先拉了。对，又封烟中，这颗火拖不住。这火烧的有点深的，后路来了呀！闪光弹拖住，打了一个这样的爆之后，好像哪位全部醒，全员苏醒啊！佛里不断在打这种变态，就偷你人。连拿六分了呀！啊，这也能混头？别他开了，别他也开了，这是彻底睡醒了。大皮哥开了，你这还怎么玩？捡到了长枪，刚好 Grim 和娇娇都有头甲 ，Nafla 也有头甲，三个有头甲的，这把枪可以轮流用了。嗯，我又单向，又玩单向，但这把我不玩。哎，给你解决了这个站位可以偷屁股，两个人都跳了警戒。哎，小豆电子哥，但是后面有人在绕。大逼哥强行先补掉鸡哥再说，先把小刀站住，车位躲进去了，没被看到。 Nafly 很关键的一个点，瞬间双杀，只剩下了大逼哥，他在找第二个人在头皮，移了一下，然后回头就一发，对，斜坡只漏了小头。对啊，啊，火吧，没有啊，那哪打了一枪啊？对啊，他哪打的？ Simo 跟风了，换了一手，烟雾要对顶。What？ 哦，终于被清掉了。这个非常规的举动是给到了 Liquid 机会，追风机会。追梦马上封烟雾，现在只能把压力交给 Perfecto 了，兄弟。啊，完了！这 Nafla 好鸡贼啊！这时候正好电子哥一走，Nafla 绕屁股两个大背身，电子哥没有加屁股在帮队友打小道。看一下他的小道想过来帮包点队友，然后被紧接着 Perfecto 回防截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头皮被截住了。是的，唯一的一个机会，就要帮 Simo 拉枪线。直接被 Fallen 狙掉，跌过去直接被狙了，反应好快。Simple 进了 B 一层，偷掉了 Grim， 互相偷人，两边大狙在疯狂杀戮。Simple 甚至可能还不想走 ，A 门也干拉了，进到蓝箱，但是这边波波是近点的时机非常不错，电子哥又接两个带走了包围，包围打掉了，只剩鸡哥，这必须去。那位好像进入状态了。抓都抓不出去啊！这他干嘛？直接强行抓娇娇，这么有侵略性吗？中路都不让站，没把对面当人打，还要丢闪光，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过分了！哎呦 ，LV 都不让站，哦，这个反应，只剩下鸡哥了，一打三，直接叫出GG。没人支架啊，就只有过点的 Perfect 一颗也不够啊。